首先在台湾岛北部进行演练，不仅是对台北的政治和军事的重要目标进行威慑，而且是对民进党当局的一个敲打。其次呢，在台湾岛南部进行演练，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。一是政治上，痛击台独的大本营，我们知道台南是台独势力的大本营。二是经济上，对台湾岛进行封锁。临近台湾岛南部的高雄港，它是台湾的第一大港，因此演习具有掐住高雄港这个台湾的海上门户，沉重打击台湾对外贸易的这样一个意味。第三是军事上，我们知道高雄港是台湾海军重要的一个驻扎地，所以这一次演习就表明解放军能够把台湾当局的海军牢牢困在港内，是对台独势力以武谋独幻想的一个有力的震慑。最后在台湾岛东部进行演练，是为了阻断三条线。一是阻断台湾能源进口的生命线，二是阻断台独势力想要逃避制裁向外逃窜的逃跑线，三是阻断美国及其盟友向台独势力提供援助的支援线。台湾岛东部的花莲县，它直面的是太平洋，花莲港是台湾的主要港口之一，所以这一次演习，解放军在花莲附近的海空域开展模拟打击的演练，就展示了要联合夺权，包括要占控要地的这么一个能力。这就表明了解放军可以从多个方向对台湾的港口、机场等重要目标进行威慑和打击。